大家好，我是智慧工业的记者，那也是欢迎大家来到第22届 CIOE 中国光博会的展会现场。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展台是 7C52号泰勒霍普森有限公司的展台现场。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曾理先生来到我们的专访现场。那我们的曾理先生，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公司和公司近期的发展规划。主持人好，那个大家下午好。泰勒霍普森公司是那个我们那个什么全球著名的超精密的这个计量公司，有超过130年的这个历史。高总好。泰勒霍普森在中国有一个广大的这个我们的光学的客户。刚才我们那个凤凰的高总正好过来打招呼，我在这里呢，就是说首先代表我们那个泰勒霍普森公司对我们广大的这个支持我们的中国的光学客户，包括高总，表示我们最衷心的感谢，感谢大家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谢谢，非常。泰勒的我们的产品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发展的方向，就是非接触。目前目前为止呢，我们现在开发出两个大的系列。一个是我们的这个 LoopScan 的这个非接触的面型测量的这个产品，另外一个是我们的 TeleScan 的测这个镜筒的这个产品。在这个方向上面呢，就是泰勒一直引领着这个我们的非接触的计量。谢谢主持人。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那接下来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迫不及待的想要一睹他们的真容了，来有请曾理先生来带领我们一起去看我们的主角，两位主角。好，来给大家介绍。大家好，我们 TeleScan 是那个 sorry 我们的那个就是 PGI Freeform 是我们的一款那个接触式的这个测自由曲面的一个产品。它的特点就是一个是高速灵活，而且本身它那个软件功能也非常强大。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成为我们那个业界测量 PGI Freeform 精度最高的产品。在国内呢，被我们大量的这个就是研究和这个研究学院和以及很多的那个计量室采用。谢谢大家。第二个产品是我们这次参展的这个我们的那个最重要的一个产品，是我们那个也是我们刚才谈到的 LoopScan 的这个系列里边的一个，它是最新的一个小的测量光学镜头的这个一个LoopScan 的设备，叫 LoopScan 50SL。 这款设备呢，它有四大特点。第一大特点呢，是它是高精度，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精度，它是因为它的结构和它的传感器决定的。我们可以达到我们的面型精度大概是正负5纳米。另外呢，对于这个测量偏心的我们的精度也是因为我们的那个不翻身的这个设计，所以说我们的精度也是非常高。第二个特点呢，是我们的高效率。高效率就体现在我们的那个测量我们的这个面型的这个时间大概2分钟左右，然后我们测量我们的偏心的时间由应该是提高了目前业界的最高水平的大概效率提高了5倍。这是我们的一个效率方面。第三点呢，是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一个是非接触。非接触是业界发展的未来，因为这个非接触的话是可以使我们的表面的工件，特别是光学精密的这个表面没有任何的划伤，而且对这个效率的也是非常非常高的。第四点呢，是我们的那个就是说另外我们的那个三维，就是我们的在大数据的时代，这个三维的这个数据，它的数据非常量非常多非常好，对于我们那个测量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被广大的中国客户接受，目前呢有很多著名的厂家已经批量采购我们这个产品。谢谢主持人。好，相信大家已经眼前一亮的感觉，非常的惊喜。
那您觉得在我们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技术以及市场方面，您觉得有哪些机遇呢？5G 6G 快速发展，人工智能也在不断的进步，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其实给这个整个光学行业带来了很多的发展的机会。当然 Tyler Hobson 我们作为我们的那个引领这个非接触的这个行业的这个公司，我们在这方面呢就是多年来一直专注于我们做这个非接触的这个计量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一直引领这个计量的方向。谢谢。好，谢谢。那最后请您看着我们的镜头，向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表达一下您对我们第22届 CIOE 中国光博会的一个寄语和期待。对，20多年来那个 CIOE 呢，其实对中国光学行业的蓬勃发展是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的作用。我们 Tyler Hobson 也是一直参加这个 CIOE 的光博会，在这里呢，我也是要对 CIOE 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以来对我们那个整个的光学界和以及对我们 Tyler Hobson 的一些支持。好，谢谢曾李先生。那非常感谢曾李先生接受我们的专访，那也相信大家对于我们的品牌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在此也是预祝品牌在此次 CIOE 中国光博会可以取得良好的成绩。谢谢。